各位同学，在这里，我们再把无住生心，也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再跟各位介绍禅宗法门，是以无住为本。那这个住的意思呢，就是你的心里有住这些像这个可以说善恶是非空有，还有断常迷雾等等，这些就是你心有所住。所以说，这个住就是指这个攀缘啦、执着啦、着相的意思所以，因无所住，就是不攀缘、不执着、不着相。你能够，你的心无所住，就像这个太阳在虚空之中它虽然没有停住的地方，它的光明是不照而照，所以你心无所住了，你就能够心里面的光明就能够发出出来了。那而生其心也就是说，生既然无所住了，那你的心就发出了空寂妙明，它能生万法的心所以说你自信真空而妙有，它能生万法。我们看下面经文：主父曰，悉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仍未知信我们都知道，达摩大师他最初来到我们中土人家并不认识他，并不相信他，所以故传此一以为信体，所以他为了怕人未能相信他所以他就把这个一拿来一代传一代的作为信体等于就是作为一个信物他能让他代代相承那法就是他传法就是以心传心就是用心来传心
皆令自悟自解啊。也就是让你自己能够开悟啊，当然善知识的教导也会令你帮助你开悟，但是最终你要开悟还是靠你自己，所以说自悟自解，别人是没办法帮你开悟的，别人也没有法子帮你理解。自古佛法唯传本体，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佛法在传法就是唯传这个本体呀，丝丝密护本心一为争端，只如误传。我们都知道，禅宗传法，它的本体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以无念为宗啊。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是所谓的"活佛唯传本体，丝丝密护本心"就是师道啊，就是以这个本心来教你啊，那这个一为争端只如误传，也就是说，这个衣钵是争端的之物只如误传，就只到你为止不要再传下去若传此一，命如悬丝也就是说，你如果再把这个一传下去那这个命如悬丝也可以说是这个传法的这个传法的这个生命就很危险了。因为它会造成太多的争端所以说命如悬丝那在这里，五祖既然把衣钵传给慧能那他就告诉慧能，如须速去，恐人骇汝所以说你要赶快离开啦。因为怕有人会加害于你，因为大家都要想要抢这个衣钵当然对你会造成伤害。这时候能曰向甚处去？就是。我应该去哪里当然，这意思是说，他应该将来应该要去哪里能够来传法。这时候，五祖就告诉他：“闻法以择止。”欲会则长，告诉他像这个怀是怀集会是四会，四会现，怀是怀集现。那你
到了怀疑极限，你就可以停止了。那遇到智慧线，你就要藏起来。当然，这个怀疑跟智慧都是在在这个两广之地啊，也就是在岭南呢、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教化区呀、啊，就是在岭南这个区域呀、啊。下面这一段，慧能三经领得衣钵啊，这是他接受了五祖的传法传衣啊。这时候慧能就说啊，能本是南中人。也就是说，他是南方的人呐、啊，久不知此山路啊。也就是说，他向来不知道这里的山路、啊、怎么走啊，因为他到黄梅来这8个多月啊，从没有出过寺院的山门。所以，外面这些路径啊，他当然不熟了。那他要如何出得江口啊？他要怎么样去到江边去坐船呢、啊？这时候五祖就说：“如不须忧啊，吾自送汝啊，就是你不用担心啦。”我自然会送你去了，啊，足相送，直到这个九江驿，也就是说，到了九江的驿口，就是它的渡口了。驿是可以说是码头啊，所以一直把它送到九江的这个码头去了，那边。一边有一只船子，就是刚好，这个码头这边有一只船呐、啊，主令慧能上船了、啊。五祖拔鲁智遥啊，这时候五祖就叫慧能，你赶快上船。上船之后，五祖就拿起这个桨啊，他们叫做橹啊，就是划船的这个用的这个桨啊，五祖就自己就摇起来啊，就是他要让船能够开始啊，能够动。这时候慧能说啊，请和尚坐啊，弟子和摇橹啊，请和尚你就坐着吧，啊，这个摇橹的事情由弟子来做啊，应该由弟子来摇啊，摇这个船啊。那这时候五祖就说：“何事吾渡汝啊？”应该是我来渡你啊，当然，他的意思就是他是要来渡他的，所以他说渡汝啊。这里当然有这个禅意啊，各位要小心的听啊。本来就是应该由我来渡你呀，啊，那这个渡啊，当然就是没有三点水的渡啊，来帮助你啊。那这时候慧能就说了：“迷失失度，悟了自度啊。度名虽异，用处不同啊。”也就是说，弟子在迷惑的时候，
当然是由师傅来帮助我能够开悟啊。但是我已经开悟了，那就当然要自己来帮助自己啊，自己来所谓自度，而能够度他啊，先自度才度他。那这里讲说，慧能生在边荒，就是说他出生是在岭南出生了，是可以说是中国的边境啊。他语音不正啊，讲话的音调不是很正统啊。那蒙师护法，受到师父的帮助啊，开悟。而今天已得悟啊，今天弟子也已经开悟了。只合自性自度啊，所以他就是说，自性应该要自度啊，就是别人没办法来帮助你，别人没办法帮助你开悟，别人没办法来帮助你理解，所以说是自性自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生活上啊，他们师徒两人同坐一个船啊，两个人在划船，从这个事啊，都能够回归到自信啊，就是回归了，都回归到自信里面了，谈到自信自度啊，所以。这个是佛法常说的，就是我们听经啊，最要紧的是消归自性啊。那修行最重要就是要转世成智啊。转这个世就是我们的世心啊，我们的八识。把八识转成如来四智啊，转成如来的智慧啊，所以就是成所作智啊，平等性智啊，妙观察智啊，还有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第八意识这个藏识啊，它都成为大圆净智了，就转世成智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消归自性啊，转世成智啊。完全在生活之中啊，所以无怪这个六祖说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即是福田啊。所以六祖慧能，他心中常生智慧，他能够明心见性啊，底下就是祖师啊，就给他印证说：“如是如是啊。”也就是说，这是你讲的对啊，你已经明心见性了。所以说，这种境界要悟了的人才会明白。所以说，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啊。你自己不悟，你自然就没得了解这个悟了以后的境界。在这里，无主就告诉慧能说，以后佛法犹如大行了，也就是以后要来啊，让这个佛法啊兴旺，能够来大大的流传于世间，就要靠你了，就是犹如大行了。如去三年，无方世事。也就是说，我们无主啊，他也是很不简单了。他知道他要往生，就是三年以后，他就会往生了。啊，一般人没有办法预知时至啊，这么久的，顶多一两个月或者几天。那如今好去，努力向南，也就是说你现在呢，赶快去啦，努力向南方走，因为将来你的啊度啊弘法地区就在南方啊，那不宜述说啊。佛法难起啊，不宜述说，就是说你暂时还不能马上去讲经说法，跟大众开示，就是不宜述说啊，因为佛法难起呀，啊，你要让人家相信你，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啊，所以说佛法难起，所以说这也要看因缘成熟，他才能够出来度化众生啊！因为他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啊。他当年五祖传依法给他，他才24岁，这是非常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当然，你要出来讲经说法，那大众是不会相信你的，对你还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啊，这时候能持为主矣啊，就是慧能跟五祖拜别以后，他就发足难行啊，因为他知道这一次拜别五祖啊，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所以他持为主矣啊。拜别了他的师父啊，就发足难行。发足就是走得很快了。发足就是起跑了，就像我们要跑马拉松啊，发足就是要起跑了。这里讲的不宜述说。为什么呢？因为弘法的机缘还没有成熟，因为佛法还有一些障难要发生了，所以前面叫他隐居啊，你要到怀集跟四会这个地方去藏起来，不可以暴露身份。去隐藏起来，等待机缘成熟，
而后能才能够弘法利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宜述说。所以佛要度众生，也是要看众生的机缘，是不是可以度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世尊当年会选择印度，他来降在印度的王宫啊，要来度印度这里的众生啊，就是因为当年印度这里啊众生机缘成熟啊，所以他就来度化他们。就是弘法也要看机缘啊，不是说你要讲，人家就会相信你。这里啊，2月中间至大雨林啊，就是大概经过2个月的时间，这个慧能六祖慧能就到了啊岭南的这个大雨林。那在这里，当天呢，五祖送慧能啊出江口以后，他回去，他数日不上堂。他回去以后，等于就是休息了，休息几天了，没有到讲堂去讲经说法。仲尼呀，亦问曰：“和尚少病少恼何？”曰：“病即无啊，依法已难矣啊。”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众人他的所有众弟子们都很疑惑啊，为什么这几天五祖都没有上堂来讲经啦、啊，所以他们就去问他啦，问和尚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或者有什么烦恼啊？他说：“病即无啊，我并没有病啊。”他还顺便告诉众人说：“依法已难矣呀、就是我的传的依法已经往南方去了，依法已经不在他这里了。问谁人传授？就是说大众就一个疑问了、啊，是谁得到了这个依法？五祖就说：“能者得之啊，众乃之焉呐、啊。”那当然本来是讲。能者就是有能力的人啊，就是他明心见性的人啊，在这里当然暗指就是慧能啊，他得到了。那这时候所有大众听到这个消息就不得了了，那族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啊，就是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去带马来，骑着马就去往南方去，然后要去抢夺这个衣钵啊。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五祖他也料事如神啊，他知道会怕会受人加害啊。其中有一个僧这个僧他的俗姓陈，名慧明，就是有一个出家人，在家的名字叫陈慧明。他也是在这个五祖身边呢、也是很红的这个
很红的弟子啊，当年五祖有十大弟子，经常就跟五祖来这个谈经说法，就是等于是五祖的这个啊最得意的弟子，这个陈慧敏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是他原来是四品将军出身的，而他的性情粗糙啊，就是很粗暴啊，因为他是将军出身的嘛，啊，那他就啊极易参询，就是他一心一意就啊要去找这个衣钵啊，啊，他是为众人先的，啊，他是将军了，啊，当然是一马当先了，啊，他比别人都跑得快啊。那在这个传灯录里面，就是我们讲这个禅宗的啊，所有他对于禅宗啊，禅宗门下弟子的介绍里面，就是啊，慧敏啊，里面有慧敏这一段。我们要讲这个慧敏他悟法，也就是说他开悟了，这是说可以说是六祖大师啊最初度的就是慧敏禅师啊，等于就是他第一个先度到他了。那在禅灯录里面，也就是禅宗时里头所记载的圆周蒙山啊，这是他慧敏他以后的道场，这个地方是现在的江西啊，所以他的这个弘扬佛法的地区就在江西这个地区。那道明禅师就是慧明，因为六祖度了他之后，他就要拜六祖为师啊，自己就不敢跟慧能一样同称这个慧字，所以把他的慧明就改为道明了，他叫做道明禅师啊，把慧改成道了。那在这里讲到趁机于能，也就是啊，就是这一位啊慧明啊，就是后来道明禅师啊，啊慧明他赶到了，从后面追赶到了这个六祖啦，啊，那六祖一见到这种情况啊，他知道，啊，这个他要来抢夺这个衣钵啊。这时候，慧能他就能直下衣钵于石上，他就把他的衣钵啊，就丢在石头上面了，啊。云啊，就说啊，慧能就说，此衣表信，可立真也啊。这个衣啊，是代表一种信物啊。它是可以用真来的吗？能隐于草莽中啊，慧明智啊。这时候慧能把这个衣啊铺在这个石头上，他就躲在这个草丛里面了。这时候慧明来到了，他想把这个衣拿起来，但是很奇怪，他拿不动啊，
也许就是护法神在看管他这个衣呀、啊，不让他随便被人拿去呀、啊，才会有这个情形、啊。这时候他既然拿不动啊，他就说啊：“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他就把这时候他既然拿不动这个衣了、啊，他就啊，就是心里一想，哎，就说：“行者，行者，我是为法来，我是为了求法而来啊，我不是为了这个衣来的。”不是要来抢这个衣的、啊、就把他的心意表露出来了。这时候慧能一听到这句话、啊、他就从、啊、草堆里头出来，然后他坐盘石上，就是他在石头上就盘坐起来。那慧明坐礼云了、啊，这时候慧明就跟六祖来坐礼，就是拜这个六祖、啊、等于就是拜师之礼呀、啊。他说：“望行者为我说法，希望啊，行者你能够为我来说法，因为。”你既然已经开悟了，希望你为我来开示。那这时候啊，慧能就说：“如既为法而来啊，就是说你既然是为了这个求法而来的，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呢要先要秉习诸缘。”秉习诸缘，就是物生一念、啊、就是你要把你的心、啊、先定下来、啊、不要有任何的、啊、这个心念、啊、所谓把你心里面的各种这个啊。攀缘执着啊，着相都把它去除的干干净净、啊、也就让你的心定下来，你的心一念要不生啊，那我才来跟你说。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这个佛门啊，就是你一定要先定心啊。你看我们世尊他当年30岁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他是打坐打了7749天了，他最后在菩提树下他开悟了、那开悟以后他在定中讲述华严经呢、啊、所以在这里六祖先教会慧明呢、啊、你先把心定下来，要秉习诸缘，物生一念、啊、就一念都不要生啊，就叫他要这个以无念之心啊来听这个法，这样我就为你说法。达摩祖师说啊：“外习诸缘，也就是外习攀缘六尘这个心啊，我们
六根遇到六存的这个境界啊，就是攀缘了。那只要你内心无揣，心如墙壁，就可以入道。只要你内心就是无揣，就是你的心很定啊，你要定下你的心呐，啊，你的心就像墙壁一样啊，坚固啊，坚牢，这样你就可以入道啊，你就可以啊，真正可以这个了悟，真正能够开悟啊。比喻这个心定了，心在境界里面不动啊，这才有资格入道。所以说，他要他屏息诸缘，一念不生啊，这样你才有资格来听这个啊，听我给你啊这个开示啊。如果你的心还为外境所动啊，那这外境的六尘里头，五种是属于外面的外尘，就是色声香味触，这是外面的五尘。那你的心内还有一个六尘，你的意识心里面还有一个法尘，这是第六。啊，这个法存，这个法存就是你打妄想啊，想过去也想未来，那过去未来都不在眼前了，这叫做你的啊内攀缘法存，内外通通把这个缘习掉，就是你摒弃诸缘，就把这个啊。六尘境界，通通摒弃。慧海禅师说：“万缘俱绝者，即一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是。无什么心，就是没有妄心呐，没有攀缘心呐。”悟生一念呐、啊，慧海禅师说：“对诸境色永无起动，即是无念呐、啊，就是你不会是起心动念啊，就是你就是无念。所以要摒弃诸缘，一念不生啊，这是啊，你要接受。”啊，我给你传法的这个必要的条件呢、啊，没有这样子，你是听不进去的。为什么你修这么久都还没有成就？就是你的心定不下来啊。五祖给你开示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开悟啊，这就是。最重要就是你的心没有定下来，你没有摒除诸缘，一念不生啊。黄檗禅师说啊，一念不起，即18界空啊。我们都知道，18界就是诸缘呐。那诸缘，所谓18界是六根、六尘、六识、3、6、1、18，就是18界。那你一念不起，就是摒弃诸缘的话，你即生便是菩提花果啊！你能够一念不起，你能够摒弃诸缘。你即生便是
菩提花果啦，花是菩萨，果是佛啊，即心便是灵芝啊，灵芝就是般若智慧啊，一个名词包括三种般若啊，就是实相般若是体，观照般若是智受用，方便般若是他受用。这都是灵芝啊，你即心便是灵芝啊。所以说善恶都莫思量，当初便出三界啊！你不思量啊，这个不思善不思恶啊，当初便出三界。三界是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当然这里都是指的六道轮回啊。所以良久，也就是说，为了六祖要让慧明把心定下来，所以他也不说话。经过一段时间，啊，他心定下来了，六祖就用一句话把他点醒。他就跟慧敏就说：“你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正以骂死，就是说，就在这个时候呢，你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你明上座本来面目啊，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是你的自心本性啊。所以说。”这时候他可以看到了，因为他心定下来了，他不思善不思恶，他心定下来，他开悟了，他见到他本来面目。所以这时慧明言下大悟，所以开悟的关键就是摒弃诸缘。悟生一念，先要能够摒弃诸缘，悟生一念，这样你才有可能会开悟。就在此地呢，本来面目啊，就是在这个修心诀里面有几句话说这个诸法如梦，《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了。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即纯净本空啊！诸法皆空之处，灵芝是不灭。即此空即灵芝之性，是如本来面目啊！所以这一段呢、啊。就是为什么他的心清净啦，他妄念本即啦，就是纯净就本空啦，在这个诸法皆空的时候，你的灵知是不会不灭，就是不会消失的你的这个灵知。会显现出来就是这时候你看到你的灵芝之心，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了。所以说，本来面目就是空即灵芝之心了。那我们现在本来面目是丧失掉了，就是说我们空即灵芝的心丧失掉了。现在你的心不空。你心里头有乱七八糟的妄念太多，你的心不即，即是清净，即是定。你现在这个心里头，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是一个浑浊之相啊。当然，你就看不到你的空即灵芝的心了，你就看不到你的。本来面目了，
所以虽然你有知，但是不灵啊，就不是灵敏觉知啊，这叫做失去你本来的面目，失去空寂灵知的心呐、啊。那我们就会着诸法之相，着纯净之相，那在这个里面就升起无量无边的妄念了、啊。啊，不知道这。全是妄想啊！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一起学习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